不是的，我觉得你可能是。哎哥，帮我拍照，帮我拍照。我其实没有什么好拍的。三二，紫色爱心。傻小，紫色魔鬼。哎，所以你到底是不是？哎哥，我等一下要去约会哦，晚上五点才回来。哦，好啊，早点回来啊。傻小。房间是有卡车是不是？怎么会把你撞成这个样子？哎，不是，所以你到底是不是那个？进进，防守防守！哥，我要跟他 face 啦！不是，我在看季后赛哎！我要看 Netflix 啦 ！Netflix 的什么？看 Netflix 啊！你要看 Netflix 的什么啊？看 Netflix 呗！妹妹 ，Netflix 有台剧，有韩剧，有美剧，有日剧，各式各样。你要看 Netflix 的什么？就大家都觉得 Netflix 很好看啊。我知道 Netflix 很好看啊，但是你要告诉我说你要看 Netflix 的什么啊？还是你觉得 Netflix 的 logo 很好看？不是的，我觉得你可能是。哎哥，帮我拍照，帮我拍照。我其实没有什么好拍的。三二，紫色爱心。傻小，紫色魔鬼。我跟你讲，他就是那一个。我跟你说啦，他就是那个。喂，你们在干什么？我们在撬啊。你们知道什么是撬吗？CHEEN。你刚是敲过来的，你们在敲什么？不是，装成这个样子还装灯啊？带男生回家？是女生？干，你他妈就是个！哥，我走了。哎，等一下，你哭起来！不解释啦，我男朋友来了。屁孩是谁啊？在下正是屁孩本人啊，宝贝，我们走喽。脖子痛了啊！哎，我妹妹。